大中华新闻专题，全里长大声讲。今仔日咱要来介绍彰化市的中正里。里长区分部95年就任以后呢，就真拍拼伫咧走桩，争取完成这大德这水沟护花征收，甲这电动水闸门的改善，解决着当年遮饮水的问题。另外伫咧里面的信用中心福寿庙嘛，定定来举办各种的活动，凝聚着向心力。里长甲地方人士大家出钱出力，互居民的生活充满着。希望平坦的点仔公路，周全的监视系统，也佮有合作的里面，这是彰化市中正里里长区分部担任三任里长努力付出的成果，用心服务嘛得到里面的耳朵。做人真好啊，做人真好啊，真勤快，哎，啊热心服务，做关心里面的，嘿，都一下水门啊是啥物所在，伊拢会去巡一下安尼。你顶边都真敖做人啦，我那拢透早就起来巡啦，巡里面啦，做人足好个啦，啊伊某嘛真好啦，安尼啦，啊都真里长嘛，我那真敖做人啦，我足好个啦，嘿，我那真敖做安尼，甲阮照顾，甲阮里面拢照顾安尼啦，嘿啦，足关心个啦。除了小型的建设以外，里面关心的饮水问题，在区里长积极争取之下，也完成大德排水护花征收以及电动水门的改善。我95年里长就任，啊，含市长联合吼，争取这条治水专案，算98年治水专案开始征几万。为这条船为大德牌船做一条错过，甲卫星将只挖出来，做两个水门闸门，啊只拍规，啊104年市长骗100万来做这个专主动的，即马这个专主动的，即马10分钟就好啊，佫安地佫安全，啊地佫紧，复兴河条甲中正哦，咱改善足济透市内。这中山路啊，拢未积水啊，改善足济啊。大德牌这一挂石头吼，较早迄个旧岸啊，拢落去啊。中正里长甲德中里长何祖仪啊，甲福山里长周里长啊，阮是第四河川局的义工啊，阮建议第四河川局的局长吼、来看104年的经费，骗800万啊，这条委托管户来甲咱。发包来建设，啊由管务负责，啊这条即马做甲足好势，即面顶的路面拢做甲真好势，啊真算安全，啊无这条哪劈落哦，中正透彰化市透国盛啊透河条透后运，大家拢受灾难，啊就感谢咱第四河川局的局长甲咱支持。受限都市计划范围，中正里并无公园绿地或者是活动中心，因此活动拢集中伫福寿庙举办。里长就伊上任到目前，配合咱福寿庙，配合了讲真正好，吼、哦，树头爷伊就出这个树影，让大家这信徒用，啊，我就来用烧酒粿，让咱这信徒大家用，相信阿伯啊，伊会保庇咱中正里。哦，家家户户，大大细汉，大家平安大赚钱。啊，在此也感谢咱里长过去伫任内这几年，我伫这个做主委的任内，伊也配合了真好。每一次办活动，伊也拢全力出钱出力。伊那全国电子的，足甘心的。啊，你是要听猫啊死，是要狗啊死，也是创个厝尾顶的啥物话，水坑在流吼。啊，伊就一通电话，伊就到啊，就对，安尼就对啦，嘿。啊，袂使讲上一讲十个工期也做袂了。哈哈。辛苦。袂啦，袂辛苦，真欢喜，大家拢真欢喜。哈哈。中正里的里面，每回哪里办活动是，像中秋节啦，啊，像迄个肉粽节，所有活动拢伫遮。就咱中正里，就是无迄个空间，目前也无。啊，即嘛都要配合东区都市计划。啊，我里长有甲建议吼，啊，咱以后就是会当
甲咱规划出来都是去配合都市计划，哎，咱有较清楚，啊，就是停车场、活动中心、啊公园，啊，市长我老同意咱的建议。大化街柯秀庙附近的监视系统是里长甲真侪企业家、佮有好朋友赞助建置的。老人会真侪活动嘛，拢是里长等人家己出钱出力。里长带头，义工做伙努力，予中庄里的未来充满希望。多中华新闻，陈文清、彰化采访报道。